针灸骨伤系坚持教育教学改革，专业独具特色，在各级竞赛中硕果累累。针灸推拿专业，爱有示范与练习，中医骨伤专业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必备的中西医基础理论知识，系统掌握中医骨伤科的实践操作技能。主干课程：中医基础理论、人体解剖学、西医外科学、中医骨伤科学基础、骨伤科 X 线诊断学、中医正骨学、骨伤科手术学、中医骨病学、创伤急救、中医肩伤学等。就业方向：适合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康复机构从事骨伤科医疗和卫生保健等方面工作，学习石膏固定技术，参与骨科模拟手术，针推专业画经典学大赛、骨伤专业技能大赛、心理话剧表演、元旦晚会、筋骨情缘、针骨系，根据专业特色开设三个学习小组，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加强专业实践，定期进行义诊志愿活动。2018招生计划表，欢迎报考南阳医专针骨系。南医新媒体工作室出品，开启南医媒体新视窗。